天，迪丽热巴一条头顶小黄鸭的微博，直接引爆了粉丝们少女心，纷纷留言热巴太可爱了，这种照片要多发才好。据悉，照片是迪丽热巴在拍摄的《漫游全世界》，迪丽热巴因主演个人首部电视剧《阿兰尔罕》而出的。2014年，她主演了奇幻剧《逆光之恋》。2015年，迪丽热巴凭借爱情剧《克拉恋人》赢得高人气，并获得国剧盛典最受欢迎新人女演员奖。2016年，其主演的现代剧《麻辣变形记》播出。同年，她还凭借喜剧片《傲娇与偏见》获得中英电影节最佳新人奖。凭借着多部热门电视剧大 IP 走红的迪丽热巴，更是经常有人把迪丽热巴和自己弟老板当红花旦、当红女星杨幂比较。有很多人说迪丽热巴的人气早就超过了四小花旦之一的杨幂。不管怎么样，迪丽热巴能这么火，也少不了自己老板杨幂的功劳。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看一下作为四小花旦之一的杨幂的超可爱照片吧。提到四小花旦，自然少不了以呆萌可爱著称。同样是四小花旦之一的赵丽颖，2013年凭借古装剧《陆贞传奇》获得更多关注。2015年主演的仙侠剧《花千骨》打破中国内地周播剧收视纪录，而其个人则凭借该剧先后获得第六届澳门国际电视节金莲花最佳的女主角奖、第六届国剧盛典最具收视号召力演员奖、第22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奖提名。迪丽热巴和杨幂、赵丽颖都是热门有超高人气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年轻著名女演员。这么优秀的三位小姐姐，你会选择 pick 谁呢？欢迎大家在文章下面留言讨论。